就是这儿了，看我的，翻泥翻泥，哇，超可爱，对不对？属于我的小房子。Hello， 欢迎来我家做客。什么？不好，龙卷风，快跑啊！没有啊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不好，月儿的房子被龙卷风卷走了。我去帮他。没问题。啊，我的房子！月儿，我来了。大树工程师，怎么了？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走了。这么严重？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来帮你建一个更加坚固的房子吧。真的吗？来吧，来吧。开始。哇！继续。可以了。哇！你真的太厉害了。看看坚不坚固。好。哇！谢谢你。是，不客气。哇，这里的景色好美呀。可是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马术工程师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？喂，马术工程师，我想挖一个小池子。哦，需要我的帮助，没问题，马上到。走喽。哎，马叔。嗨。这里，我想在这里挖一个水池。哦，这里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哇哦。开工。都挖好了，哇，好厉害！谢谢马术工程师。不客气。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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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车！怎么办？月儿，我来啦！马术。月儿，怎么啦？马叔，我的车坏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把它修好吧。啊，月儿，欢迎来到我的维修间。好酷哦。是我的车。别担心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把它修好吧。我知道了。这个轮胎。选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下一个。这个你知道选哪个吗？这个哇哇是什么呀？我来帮你吧。这个方向盘，看看。哇，你可真厉害。这个呢？这个简单。哦，玻璃嘛。哦，没错。这个。我的车修好了，谢谢你，马术工程师。不客气。哦，嗨 ，Hello， 哇哦，萌萌，他在这里做什么呀？
过去看看。萌萌萌萌。马叔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我在这里挖宝箱呢。宝箱？对呀，我的宝箱就埋在这里，可是现在找不到了。放心，我来帮你吧。萌萌，你看，噔噔，这是个金属探测仪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帮你找到宝箱哦。这么厉害吗？赶紧开始吧。好呀。Ready, go！ 你确定是这里吗？就是这里。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那我试试看。好。太硬了，挖不动，怎么办，马叔？有了，看我的。这就是我的宝箱耶。是它吧？谢谢马叔。不客气。